想你的时候，想起我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，突然心动，又陷入了偶像剧里面的生活。你要继续保佑我跟我姐哦。哥哥姐姐们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！有鬼！救我！人家僵持哎，法律系鼎鼎有名的冰块哥，怎么没声音？你突然这么笑我干嘛？你才是鬼吧？救我啊！你说碰到你室友，声音就瞬间消失，也变温暖。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生辰八字吗？幻觉或环境会产生精神出乱、出认知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以为见鬼，不过是你胆小。你们一个人类学一个学法律的，大家有人同一宿舍，有必要杠成这样吗？是他杠，又不是我杠。一方的幼稚，让成熟者无力。只会耍嘴皮子，输的是小狗。你准备当狗吧？好险，只是烧到一脚。哎，走开，要睡回去睡。为了预防你看到不该看的，目前能做的，你就先扒着你的室友紧一点喽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一直被某人用各种方式骚扰着。骚扰？哎、欸，要不要碎片啊？我不要。吃一口。我不要。哎、欸。因为对手弃权，我们确定晋级。弃权晋级，你们在高兴什么啊？你们篮球队缺人，但你们成绩很差。叫姜子路队。我？你不把他拉进来的话，下场比赛你不用上场。吃了我专程为你买的早餐，别忘了五星好评，等你进篮球队哦。干嘛？他总找各种理由在他身边晃。嗯，给你的。盯着他看，甚至有意无意的碰他。干嘛？应该算是一种表达喜欢的肢体暗示。哎，我不要！我的洋芋片。除了肢体接触，他还有说些什么吗？你对我来说真的很特别。那就对了，看了喜欢，想要一起，就等谁先戳破纸窗。队长来人啊！
你真的想我陪你进篮球队？和我在一起很舒服，想和我多一点时间相处。我有条件。我连之前都懒得洗了，为什么还要负责他的？我为了你进篮球队，亲手帮我洗衣服，很为难。欸、好了，顾不下，不要闹哦，不要。我记得十一号不是有人了吗？怎么会给你啊？你喜欢灌篮高手。你是十号，我就只能是十一号。Nice nice，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，你们两个默契也太好了吧。其实他嘴不贱的时候还挺帅的。认真一点，听话的小孩有糖吃。张弛，你有看过这个吗？那些照片啊，在网络上完全炸开了耶。最近大家都在传张弛不下。喂，你跟张弛真的在一起？都是你啦，你的动作太容易让人家误会了。我们是不是要解释一下？那你们是在交往吗？我们只是在一起。你为什么要那样说啊？会让人家误会加深。不是误会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冰块的只对你一个人好，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对人家没有意思，他干嘛自己贴上来？这是兄弟间会有的动作吗？到底是哪根筋烧坏了？顾不下，我这个人有点无趣，但我对一个人好，我就会全心全意。生日快乐！他好像是真心的。可是我，你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说？我不喜欢被欺骗。我只是为了不想听见鬼的声音靠近我漂亮，这样带有条件的关系，未免也太卑鄙了吧？所以你对他好是为了骗他进球队？你整天黏着抱着，就算我亲你，你也不躲开。你现在要离家出走吗？真的很抱歉。让你为篮球队牺牲那么多，你是不知道怎么喜欢，还是不知道怎么说喜欢啊？我真的很笨，压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不起，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？你一定很好奇我弟怎么会一直牵着你不放吧？但你不在的时候，他也得自己面对。只想你能听见我的想念，如野火燎原。我想要如果有一天我不在，或是我没注意到的时候，保护不了他。哇！你狂奔涌现，你听见了是吗？我终于懂了呀。无论发生什么事。只要你不走，如果听到情，我都不会离开，好吗？你要留我在茫茫人海里搁浅，才会一孤岛苦喊求救，不想谁发现。只想你能听见我的想念，如野火燎原。